大家好，我是 Edmund。 Hi everyone, I'm Tim。 好了，很快我们就会进入直播的时间，不知道年轻人你准备好你本圣经未呢？Are you ready for the service today? Are you ready? Do you have your Bible with you today? 冇錯啦，我哋咧陣間嘅時間咧，我哋會進入崇拜嘅裏邊喎。年青人，請你坐定定啦。You can follow us on our 641 website, Instagram, Facebook, and also YouTube. And you can go and subscribe and follow us, and you can see our broadcast today. 冇錯啦，所以咧，除咗咧喺我哋線上邊可以睇到直播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喺我哋嘅 IG 啦、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嗰度咧，可以睇到咧我哋整個崇拜嘅直播喎。年青人，我哋嘅崇拜咧，不单止咧有讲道，更加咧有好多嘅话剧啦，有好多不同嘅活动喺当中穿插噶。而喺当中，我哋亦都有包括你生活里边息息相关嘅事情。Yeah, and our youth service is a very vibrant service, and we cooperate many elements. We have dramas, we have interviews, and we even produce our own videos to show it during the service to make things to come alive. And our sermon, what we share, is very related to the everyday life of young people. We talk about entertainment, we talk about studying, we talk about relationships. So that's everything that you want to hear in our service. Wow, 冇錯啦，除了崇拜之外，我哋牧區更加有小組的時間。不單止有導師同我哋一齊，年青人可以有彼此分享相處嘅時間，更加我哋可以分享我哋生活裏面嘅點點滴滴。In a cell group, he or she can share what's going on in his or her life. And a cell leader will listen to them and walk with them so that everyone in the cell group will feel loved and being taken care of. 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都差唔多要崇拜㗎喇。我奉耶穌基督嘅名祝福你，享受喺整個嘅崇拜裏面。It's almost about time that our service begins.God bless you and see you in service! 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同的起立，我们去赞美我们的神，他是各位爱我们爱到底的神，他是各位充满着慈爱的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歌颂他的慈爱。哈利路亚！多么丰富无条件的爱，无法加度，一直都存在。这就是耶稣你的爱，陪伴我永不离开，心不再寂寞，因为我是你最爱。多么丰富，多么丰富无条件的爱，无法加度，一直都存在。这就是耶稣你的爱，陪伴我永不离开，心不再寂寞，因为我是你最爱。你的爱高过星球海洋，你的爱大过我所想象，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会更改。你的爱胜过黑暗，是我你的爱就像太阳，你对我的爱不会因时间更改，这是你的爱，这是你的爱。多么丰富无条件的爱，无法加度，一直都存在。这就是耶稣你的爱，陪伴我永不离开，心不再寂寞，因为我是你最爱。你的爱高过星球海洋，你的爱大过我所想象，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会更改。你的爱胜过黑暗，是我你的爱温暖就像太阳，你对我的爱不会因时间更改。你的爱高过星球海洋，你的爱大过我所想象，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会更改。你的爱胜过黑暗，是我你的爱温暖就像太阳，你对我的爱时间更改，不管是现在的事还是那将来的事，都不能感觉你
将来的事，总不能隔绝你对我的爱。不管是现在的事，还是那将来的事，总不能隔绝你的爱。不管，不管是现在的事，还是那将来的事，总不能隔绝你对我的爱。不管是现在的事，还是那将来的事，总不能隔绝你的爱。你的爱飘过星宿海洋，你的爱砸过我小山下，你追我的爱永远都不会更改。你的爱胜过黑暗，是我你的爱温暖就像太阳。你追我的爱不会跟时间更改，这是你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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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歌颂神的爱，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让我们生命因着有祂的爱，我们就能够得着力量。主，我们赞美你，主，因为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隔我们对你的爱，或者你对我们的爱。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拍手掌赞美我们神。在黑夜里，你爱如明亮晨星，照亮我的心，每刻与我同行。有谁能像你一样爱我，满足我的心？我的心因你再次苏醒。这世上没有谁能与你相比。我生命中的回忆，高过天空，也胜过海洋，却停留在我心。你永不放弃爱我，爱到底。再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我与你爱隔绝，再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我与你爱隔绝。这是最坚强的爱，不失败，跨越一切阻碍，我要拥抱我如怀，这是最伟大的爱，坚持胜过死亡，为了我你掏空所有，释放我自由，这是你的谁能与你相比？你的爱是我生命中的唯一。高过天空，高过天空，也胜过海洋，却停留在我心。你永不放弃爱我，爱到底。再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我与你爱隔绝。再没有任何事物让我与你爱隔绝，这是最坚强的爱，永远不失败，跨越一切阻碍，我要拥抱我如怀，这是最伟大的爱，坚持胜过死亡，为了我你掏空所有，释放我自由，这是最坚强的爱，这是最坚强的爱。一切阻碍，我要拥抱我如怀，这是最伟大的爱，坚强胜过失望，为了我你掏空所有。
再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我与你爱隔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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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坚强的爱，永远不失败，我愿一切阻碍，我要拥抱我如怀，这是最伟大的爱，坚强胜过死亡，为了我抵挡痛所有，释放我自由，这是最坚强的爱，永远不失败，跨越一切阻碍，我要拥抱我如怀，这是最伟大的爱，坚强胜过死亡，为了我抵挡痛所有，释放我自由，这是你的生命都在乎于你，都在乎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力量都在乎于你，并不动摇，唯有你是我拯救，我的生命都在乎于你，都在乎你，我要宣告，我要诉说你的作为，我的耶稣，用我口中的称颂你的生命，我的救主，用我的声当陪伴尊崇和大赞美，我的生命都在乎你，感谢耶稣，主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磐石，我的力量都在乎于你，你不动摇，唯有你，唯有你是我拯救，我的生命都在乎于你，都在乎你，我要向列国诉说你的作为，我的耶稣，用我口中的称颂生命，我的救主，用我的声当陪伴尊崇和大赞美，我的生命都在乎你，我要向列国诉说你的作为，我的耶稣，用我口中的称颂你的生命，我的救主，用我的声生命都在乎你，真的摩西，我要向列国诉说你的作为，我的耶稣，用我口中的称颂你的生命，我的救主。
welcome you in this place. We welcome your presence, Lord. 谢谢你主，谢谢你今天在这里，让我遇见你。你用中山围绕耶路撒冷，你的爱就这样围绕着我们。Yeah.
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就像太阳一般的温暖，主啊，照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那个光线有医治的能力，主啊，你说向你敬畏的人，主啊，你就如公义的日头，主啊，你照亮我们每一个。主啊，我们说我们今天敞开我们内心的深处，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心敞开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的光来，主啊，你来检查我们，主啊，你来照亮我们，主啊，你来医治我们，主啊，因为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太阳，主啊，需要你的光线，主啊，需要你温暖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你就来，主啊，你就来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主啊，都需要你的光，主啊，我们要你，主啊，你更多来，更多来，更多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有尊重主你的
在全地上，在黑夜中照亮，你是世界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祝你只剩这片高举枪，你是极好的神，神你是极美好的神，神你是活着的神，神啊，你是听我们祷告、听我们敬拜的神。神啊，当我们生命里面有你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惧怕，因为你是保护我们的神。好像每一天我们见到太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在这里。神啊，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生命的泉源。神，我们欢迎你在今晚的崇拜里面，在今天的崇拜里面，你仍然活着，你仍然向我们去讲说话。神啊，我们欢迎你。神啊，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欢迎你。神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做奇妙的事，欢迎你来拯救我们，欢迎你继续我们的说话。神啊，我们欢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哈利路亚。神是一个活着的神，神是美好的神。我们今天要继续进入神的活着的里面，我们今天很想去为你去祈祷，并且在敬拜的时候， Amos 弟兄已经为我们去领受了一幅图画。今天我们会用这幅图画再去听神对我们讲什么的说话。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给了这幅图画我，神和我说，近排社会上好像一个大海，很多风浪，很多人生命都会有很多难处，很多困难，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微小，神是看见不到他的生命，见不到他生命现在遇见的困难。但是我听到神说，他就好像这个太阳会照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虽然我们每人的生命好像一个好一小一小滴的水，但我听到神说，当他的光照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光会反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都会反射去更多更多不同的地方。我听到神说，很多时候可能很多年轻人会有自卑，很多年轻人会觉得神看不见，但听神说，他是好像这个太阳一样，无论有多少云，无论天气怎样都好，他都会照耀在这一片的大海上面。我欢迎在家里面望着荧幕的弟兄姊妹，你都一起去祈祷。你可以将眼睛闭上，我们为你去祈祷。当刚刚 Amos 在分享的时候，当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同样都见到一幅这样的图画，就是一个极深极深的海洋。当 Amos 画这幅图画的时候，上面是有阳光，但我听到神去跟我说，在荧幕前面有弟兄姊妹，你的心非常非常的沉重，你的心不是定睛在上面的太阳，你的心是定睛现在里面心中的风浪，而这个风浪是你极深的心底深处。在这段时间，甚至你的感觉就是你在这个深海里面是黑黑沉沉，漆黑一片，你亦都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按住你生命里面心中的风浪。我听到神去跟你说，孩子，我知道你心里面的风浪，我知道你里面极深的风浪，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重很重的黑暗。我听到神跟你说，孩子，我是你生命里面的太阳，我是你生命的出路，
每一次当你抬起头的时候，你要见到太阳在你头上。我是一个有温暖的神，我是让你生命有出路的神。我要帮助你，我要帮助你，我要在深海里面提拔你，去拯救你，去帮助你。神，我奉你的名去宣告，你的光超越一切，你的光超越一切的黑暗，你的光超越一切的困难。神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光穿越一切的黑暗，进入到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神啊，甚至乎当他在漆黑里面感觉到冰冷，感觉到与人是隔绝的时候，神啊，我奉你的名去宣告，你的光进入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耶稣，你的温暖，你的温度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断开这一切的困难，断开这一切的枷锁。耶稣，我奉你的名去宣告，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好像 Amos 所画的这幅图画一样，云上面是有太阳的，云上面是有太阳的，在风浪里面是能够可以平静的。神啊，当我们捉住你的时候，你会为我们解决一切的困难。神啊，我奉你的名亦都去宣告，当我们在灵里面与你贴近的时候，神啊，你向我们讲说话，你的平安，你的同在，让我们心里面得平安，得救赎。耶稣，我赞美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生命知道，神啊，你是那个云上太阳，你永不离开我们，你永不撇弃我们。耶稣，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亲爱的年轻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崇拜。如果你是第一次呢收看我们的青年崇拜，我要代表教会欢迎大家六一一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真的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青年崇拜啊。因为前两个礼拜都是你做司会啊。根据年轻人的民意调查，他们觉得实在需要一些新鲜感，所以就邀请到全青年牧区最棒的主持人来跟你一起搭档。你开心吗？都开心嘅，我哋一齐就 share 一个司会啦，好唔好？好啊，阿 Tim 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冇错，打开我哋身后有海啦，有天啦，亦都有山嘅。因为咧，我哋而家咧就喺某一个人嘅天堂里边咧，我哋好想带大家出嚟咧，空旷啲地方，亲亲大自然咧，让我哋唔好净焗喺个窝里边咧，咁样我哋一齐。扩阔啲嘅视野，一齐享受咧呢个嘅机会嘅。是我们今天来到青年牧区呢，负责人许静组长的家，这是他的天台。知道各位年轻人在家里呢，呼吸空气都觉得很闷，所以我们就带大家今天出来呼吸氧气 ，oxygen， 大家一起呼吸，是不是觉得很 fresh 呢？对。上个礼拜普尔节呢，是犹太人脱离仇敌的杀害，他们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同时呢，上个礼拜教会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所以呢，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跟神的关系更 sweet。感谢神呢，让我们经历一个完全不一样、反败为胜的一个祝福的当中。如果你很想恢复以斯帖记的话，鼓励大家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来阅读以斯帖绘本。相信呢，在阅读绘本当中呢，必定让大家得到更多的祝福。系啦，唔单止我哋有认罪嘅时间啦，我好想一刻咧，大家一齐去感恩。我好想特别青年牧区咧，去欣赏我哋当中嘅中学生。知道咧，你哋要喺屋企里边啦，要定时 Zoom 啦，或者 Google Classroom 咧去上堂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都会好攰。但系我知道我哋当中好多年轻人咧，都系好努力咧去上堂啦，去跟进度啦，去做功课。甚至有啲年轻人咧，因为咧，妈咪可能爸爸俾你哋出街要喺屋企里边咧。对你嚟讲都系一个忍耐嘅挑战嚟嘅，我为咧你哋愿意信服啦，愿意咧去忍耐咧去感恩，我哋好相信咧，我哋继续祷告嘅时候咧，神一定会咧继续去掌管咧我哋而家嘅情况嘅。年轻人在疫情当中，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呢将我们的年轻人画的一个疫情抗疫的手册，叫做《我不害怕》，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韩文、菲律宾语，还有甚至是手语的版本。并且呢，有中学生跟大学生一起合力制作的绘本，大家可以到网络上面去看他们的作品。有圈圈的眼镜、晕晕的安言、我不像他们、我的新同学，大家都可以到网站上面呢去看我们年轻人所做的创作。仲有啊，如果你去到网站嘅话咧，记住咧去 click 落去。看我哋牧师嘅话啦，师母嘅心底话啦，仲有咧我哋好多其他嘅崇拜，好似主崇咁样。我鼓励大家咧喺呢个嚟屋企嘅时间咧，你可以多啲咧睇网上我哋教会嘅资料，让咧我哋都系紧贴翻教会嘅资讯嘅。
并且呢，你安坐在家中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好想奉献，我好想奉献，该怎么办呢？大家一样可以到六一的网站，到线上崇拜那个网页当中，就有呢如何教你如何奉献。无论呢是说用 FPS 或是用 PPS 或是用其他转账的方式，都可以奉献到教会当中来哟。好啦，大家去继续奉献。今日好开心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神嘅拣选。喺我哋当中咧，系有三个嘅神学生咧，系为 Friday 啦同埋 Teddy 去服侍。可能你成日都见到佢哋嘅面孔啦，会见到喺台上台下做嘢啦，但可能你连佢个名咧都唔知系咩名喎。所以 Teddy 区咧特别咧去专访呢三个神学生，并且同佢哋玩游戏咧，让各位年轻人咧更加认识佢哋，可以知道咧究竟点解佢会进入嚟读神堂啦，并且咧佢哋点解会被神拣先噶。我哋一齐去片。欢迎来到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神学三篇耶、yeah! 好开心呢，今日呢我们可以跟三位神学生呢去玩游戏啦，去访问他们。他们三个神学生呢都是青年牧区的帮手的。不如你们首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先啦。大家好，我是刘思恩。大家好，我是沈恩。大家好，我是悠悠。咁我哋咧就會問佢一連串嘅問題，因為我認識佢啦。咁但係咧就咁問就有啲悶嘅，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玩呢個遊戲叫做 Never Have I Ever 啦。我會問一條，我會問一條問題，一個經歷啦。如果佢曾經做過咧就 tick， 佢冇做過咧就敲敲喎。你 ready 好未咧 ？Ready， 耶！好啦，我哋做啲簡單嘅先啦。我想問下你哋有冇曾經玩過電話咧？玩電話。好，一、二、三。你係個個都有㗎，誒，前一你都會玩電話，點解你而家玩電話？玩電話是玩手機。不是，他是打电话给恶作剧的那种玩，就是打电话去。没有。好啦，问悠悠啦，你点解你玩咩电话咧？玩同学电话咯。咩打去？即系打去话系警署啊。外差人。跟住即系我哋而家通缉你啊！我哋见到你嗰个同学俾人拉咗，偷嘢，你有冇同佢一齐啊？嗰啲。边个知啊？真係人人嚟過去。好，第二樣嘢啦，我想問下你哋曾經有冇入過急症室咧？一、二、三。咦，你三個入過啊？咁啊，阿陸師兄，你講下你入急症室嘅經歷啦。其實我係有哮喘啦，咁咧我就喺屋企打緊機嘅時候咧，就唔係好透到氣啦。咁但係咧都唔理，繼續打機。但係去到咧真係唔掂啊！咁樣咧，因為我有哮喘藥咧，都冇用嘅喎。跟住我就自己搭的士去急症室，因為屋企人喺香港，嗰時係聖誕假期。好慘啊！咁所以不失難忘喎，你依個嘅。係啊。好，我又問你一條問題啦。我想問下大家有冇試過24小時冇瞓過覺咧？哦。一、二、三。應該係咪個個都有啊？咦，你未試過？未啊，喺捱眼瞓呢方面我係廢嘅，因為竟然係咁，我未試過。人哋唱 K， 我喺個 K 房度照瞓。健健，你講下你瞓你24小時冇瞓覺做咩嘢？就以前在学校做一些动画的作业，然后就做了24小时，然后都没睡觉，然后做了一刻突然电脑大宕机，然后全部东西都没有，然后那时候差点觉得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话过你，隔几秒就要记得死。好啦，嗱，我而家咧问啲黑暗啲嘅字啦 ，OK？ 我想问下你哋有冇试过同人打交咧？打架，打架，好，一、二、三，男仔系冇啦，太好啦，人生意义。陈学生，你做乜同人打架啊？我徒手打架咯，同啲细路啊？系啊，真系打嗰啲，真系打噶，佢话嘈住瞓觉。佢推我，跟住我攞凳掟佢，我冇掟中佢，我谂住吓吓佢嘅啫，系啊。好，你一条嘅问题。好开啊，你哋。好，你哋有冇偷过嘢咧？一、二、三。系啊，你有偷过嘢？好难想象喎，我谂住人偷嘢都可能理解，咁但系而家偷嘢，我偷了别人的心。什么？救命！救命！好辛苦啊！乜嘢啊？尖音系唔大呢个尖音，接受唔到。我咧细个嘅时候咧，屋企楼下咧有附近咧有间文具铺嘅，好容易偷咯，我想讲。
跟住，大家唔好學，因為真係差。我溝到佢而家執咗啦，咁好，係啦。內唔內疚啊？內唔內疚啊？係啊，內唔內疚啊？呢位同學。冇機會同佢哋講句對唔住，我真係我借呢個機會同佢講聲對唔住，我唔應該咁做。好啦，問啲 Holy 啲嘅問題啦。我想問下你有冇試過咧？依一秒祈禱咧，你祈一樣嘢咧，下一秒或者好快真係即刻實現咗咧？我一二三，呢個中間唔知乜嘢？天陽啊，係先問先。或者好短時間咯？你自己我問優柔先啦。我是祈禱要一隻戒指，我去買我找不到，跟住神就找了一個人送給我咯。就是一個唔，即係一個第一次見面的人咧，佢就係聽到神同佢講話，即係佢嗰朝出門口，神叫佢戴定隻戒指，然後佢見到我，神同我講，就同佢講，你將依個戒指俾個女仔，跟住一戴咗落我哋手度就係啱我嘅 size。好特別，有低谷啦，亦都有即係即刻好 holy 嘅經歷咁樣啦。好啊，咁我哋咧，我好想咧去換一換嘅，而家係咧，我咧好想知道咧，你哋點解需要神學生？我好細個嘅時候有諗過，因為嗰陣時。即係小學喺基督教覺得啊，我中意嗰個師母，那個師母好好，我覺得啊做師母幾好。咁但係跟住你大下之後就個人衰啦，你都聽到我打交啊，即係做咁多衰嘢。咁我就會覺得呢啲咁 holy 嘅嘢應該係冇我份㗎啦，即係我應該係行我人生嗰條路，同埋即係職場有做到咁上下。咁直到真係禱告神同我講，我將會 call 你，咁我就知道係啦咁。原因呢，你是不是好 ready 的，想过大学的时候，我之前就是在小时候就觉得要服侍神，但是没有想过会来香港，就是来香港就是也是一个蛮突然的一件事情。对，就是我在来香港之前的那个月，然后就是有上帝，就是有几个人祷告印证，然后自己也觉得好像要来香港，然后来不知道干嘛，然后就过来。我想来香港，是没有想过。读 CM 呢，你？我是即係我會覺得是冇諗過咁快的，即係我以前即係喺舊教會咧個 concept 咧就係、是、即係要做下嘢啊咁樣，都可能去到差唔多退休咧先會讀神學啦咁樣啦。咁但係冇諗過係諗係啊而家咁。你覺得你畢業的時候，你想神點樣使用你呢？或者你覺得神會點樣使用你呢？我很想服侍年輕人嘅，係啊，同埋即係對我嚟講係即係神俾我的其中一個很確實的，就係我要讓佢哋喺holy 啲，即係喺呢個磨難的日子咧，就係站立得住。即係我覺得我都即係想邁向呢個方向，即係我好想即係點樣去。去幫助我的年輕人去面對一個越嚟可能越敗壞的一個situation 啦咁樣。原因呢？我覺得神要怎麼使用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就是在來這邊的過程是不斷的生命不斷的被恢復，成為一個對的人、正確的人。然後我覺得就不斷的把我裡面的熱情跟想要做的事情，就感覺會越來越多。那我覺得上帝會在這些地，應該會在這些地方使用我的，就是例如畫畫或者是我之前學設計這些的部分。然後對年輕人也有熱情了。對，悠悠咧，我今日會喊。好，你話。其實我冇諗過，因為頭先講我好，即係我生命真係好差嘅，即係到而家可以入到嚟學房，咁我生命可以俾神調教到咩位，用到咩位，我都好 OK 咯。明白，好啊，多謝你哋分享你哋嘅故事。咁我今日好開心可以同你哋傾偈啦，我相信你哋嘅生命係好豐富嘅。咁我哋今日知道咗咧，神真係揀選每一個人，無論係簡立話大家啊，入醫院啊，都會揀選嘅。所以其實咧，神都會去揀選你。所以我哋而家咧，我哋就邀請咗咧，我哋一位同工，佢過往生命咧都係佢自己話好低嘅，但係咧神就破碎佢，揀選佢，佢咧就會為我哋分享佢嘅見證，同埋咧同我哋分享信息。其實 Evan 啊，大家一齊專心聽到啦。啱啱咧，我哋就睇完我哋嘅神學生咧，接受訪問，我哋好多謝佢哋。今日咧，我哋就嚟到我哋青年牧區嘅《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嘅第三講咯。喺上一次咧，我哋有 Johnny 講佢對佢嘅
神的信心咧，由好表面啦，去到好深入。今日咧，我哋咧就有我哋嘅当中一个人咧，同我哋分享，佢从前嘅生命咧就系经历过生意成功之后到生意失败嘅。佢咧觉得自己系不会被神拣选，甚至咧佢自己咧都系睇唔起自己咧，觉得自己生命真系好一般咁样啦。但系仍然都可以拣选佢。我哋今日咧，我哋睇我哋当中嘅 Edmund 咧，为我哋讲神拣选呢个题目，佢讲佢点样长大呢个故事。喺佢讲到之前咧，我哋拍咗一段咧你问我答嘅 Edmund 篇，让咧我哋知道咧佢嘅生命系点样嘅。我哋一齐去片。喂 ，Edmund， 唔好意思，我哋迟咗啊。OK 啊，系啊，你哋 ready 接受我哋你问我答嘅方案未咧？梗系 ready 好啦。诶，好啦，咁我哋 let's go 啦。好。你最中意食嘅食物系啲咩咧？我最中意食嘅食物牛扒咯。咁你最唔中意食嘅食物系啲咩咧？我最唔中意食嘅食物系好难谂喎呢个。食咩好啊？唔中意食辣嘢。咁啊，如果你可以学一种乐器，你会想学咩乐器咧？我最想学小号。B B B B， 咁咧，你中学嗰阵时，你最迷边个明星呢？哦，郭富城。点解嘅？因为对你爱不原谅啦，我谂。你可唔可以分享你个女叫咩名咧？哇，我女犀利啦，个名叫何卓妍啊，超卓嗰个卓，言语嗰个言。点解你会改呢个名嘅咧？點解啊？其實咧，何卓妍咧唔係因為想佢講嘢好叻，其實我哋係想佢好似有神嘅話語喺佢生命裏面咁樣咯。嗰個卓係上帝咁解。好有好好聊。嗯。咁啊，我想問下你，如果你有第二個小朋友嘅話，第一個啦，你想係男定女咧？我想啊，我想係女啊。哦，點解嘅？點解？因為我體力應該唔可以去湊一個男仔。好。咁我之前你。我知道你之前買衫噶啦，你覺得邊一款嘅衫係 bad taste 咧？咁我覺得啊，我覺得total look 咯，全部一色，全部一個色喺個身上邊。如果咧你唔嚟教會做，或者你唔做翻以前嘅生意咧，你覺得你依刻會做緊啲咩咧？我呢刻鐘可能喺花墟開緊檔賣花咯，賣花係。有啲分享咧，你最中意嘅金句咧？我最中意就係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點解嘅？因為我覺得點解啊？因為呢一個金句陪伴我走過好多比較低嘅日子。哦，咁我知道你啱講到係要講揀選係咪咧？冇錯。咁我而家不如好快問你二揀一嘅問題，睇下你點樣揀咯喎。好緊張啊！係嘛？你係咖啡定茶咧？我係咖啡定茶？我係咖啡。咁你中意食中餐定西餐咧？中餐。麥記定 KFC？ 麥記。咁買樓定環遊世界？梗係買樓啦！老婆同女同事跌落水，救邊個咧？救邊個好啊？你覺得？梗係救老婆啦，夫妻二人成為一體嘛。好喎，咁啊，你如果有一個朋友，你想你嘅朋友係靚但係唔係好聰明，定係唔係好靚但係聰明咧？我嘅朋友啊嘛，朋友就我的朋友，其實佢靚唔靚都唔緊要嘅。OK， 好啦，你生日要現金定係要禮物咧？我生日的時候啊，係啊，我想要禮物。你想要禮物？嗯。咁啊，如果你要揀一個人同你一起去做一個施工，你會揀一個能力好高但係容易相處，定係其實能力唔係好高但係係容易相處嘅人咧？梗係容易相處啦。哦，點解啊？點解啊？因為要同佢一起合作噶嘛。好啊，仲有一條問題。嗯。你咧，阿姨個咧係性潔版嘅。性潔版。你如果俾你揀，你會揀做邊個人物咧？你想做彼得定系约翰咧？二拣一，彼得。摩西定系亚伯拉罕咧？亚伯拉罕。如果你要跟随神嘅话咧，你想活喺旧约嘅世界定系新约嘅世界咧？新约。新约点解嘅？新约啊，新约神冇咁恶啊嘛。好啦，我哋而家差唔多到咯喎。系啊。你 ready 讲到未啊？我已经准备好噶啦。系嘛，好啦，咁我哋而家就上去天堂嗰度讲到啦。耶！Hello， 大家好，我是 Edmund。 剛才啱啱睇完你问我答啦，亦都睇咗神学生嘅访问片段啦。喺当中都有好多选择、选择同埋选择。今日我好想问一个问题，究竟上帝咧点样去拣选佢嘅领袖嘅咧？佢看重嘅又系啲乜嘢咧？
會唔會同我哋嘅諗法又有一啲唔一樣嘅地方呢？所以咧，我今日咧嘅題目係叫做神揀你啦，耶、yeah! ！好啦，咁樣我哋今日嘅經文係咩呢？就係撒母耳記上十六章六到七節。咁我哋一齊嚟到讀出咯。他們來的時候，撒母耳看見以利亞，就心裏說：耶和華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我哋一同嘅嚟到闭上眼睛祷告。耶稣咧，我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嘅灵充满喺我哋嘅当中，让咧孩子所讲嘅，年轻人所听嘅，神咧你都亲自嘅喺当中喺上边盖章，让到我哋嘅生命有你话语成为我哋嘅力量。多谢你天父，听我祷告，奉主名求。Amen。 好，我第一个小点咧，系俾佢叫做不凭外貌。呢、这个背景咧，系神差撒母耳咧去到伯利恒耶西屋企当中，佢要喺呢个众子嘅里边咧，揾其中一个成为下一任嘅以色列君王。经文咧咁样讲，佢话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嘅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在这里当耶西带着他这么多个孩子来到撒母耳面前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什么呢？看见的原文是注意和察看。他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以利亚，这个是耶西的大仔。当撒母耳看见以利亚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说了，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的面前。为什么撒母耳这么确定这个人就是耶和华所看重、耶和华所拣选的呢？我们一起来到进入下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一下。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原来呢，撒母耳他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以利亚他的身材高大，看见他的外貌。可能在当时他们觉得君王是要有这个造型的，他们觉得君王是需要有这种身形才可以成为君王的。但是神很清晰地跟他说，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在当中又说神跟撒母耳他说我不拣选他。这个拣选不单止是拣选，而是讲的是厌弃。在他原文当中，这个拣选是厌弃，即是说耶和华神他不拣选这个以利亚，更加厌弃以利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人，可能我们会凭我们自己的经验，可能会凭我们自己的喜好，觉得这个人是好，这个人是不好。但是神原来不是这样去看的，反过来这种眼光同时我们都会来到这样看自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没有隔离那人那么厉害，我又没有 Tim 那么英俊，我又没有 Jackson 那么会讲英文，神怎会拣选我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来到定我们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但是神呢不是这样来到看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人聊天分享的时候，他讲到他在学业上面对着一些压力。当他不断去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讲着他自己在学业上面来到排第尾，来到跑步又跑第尾，每样东西都做得不好。他觉得整个学业的感觉他都会觉得是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他是没有能力的。不过呢，之后我们一起来到祷告，我跟他讲，我说有上帝，我们的生命是有选择的，有上帝我们可以突破这些环境。感恩后来呢，他真的愿意相信靠着上帝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他再一次重新面对自己在学业上面的不足。人很多时候呢都用这些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价值。但是神究竟怎样来看我们？神又怎样来选他自己的领袖呢？我们进入第二点，就是注重内在。经文这样说，他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在当中呢，圣经里面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不是来到单单看人的外貌或者看你的能力。而第二件事就是耶和华原来看人的内心。内心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思，是我们的意念。神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不是我们外显的一些表现。可能你会问，神今天拣选的领袖他的内心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到看看这个在神里面称为合神心意的领袖大卫，他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的特质。在当中我们看到最少有三个嘅特质。第一个特质是谦卑忠诚。试想下咧，当大卫嘅屋企人同佢嘅哥哥全部去晒撒母耳呢一个嘅筵席里边嘅时候，大卫喺边度咧？大卫咧就喺度忠心服侍紧佢爸爸交俾佢嘅群羊。佢喺度做紧啲乜嘢咧？佢嚟到忠心喺自己嘅岗位当中，佢冇话擅离自己嘅岗位走咗去第二度，而系佢相信佢喺呢啲嘅小事上边佢嚟到忠心。
所以我们看见在大卫当中他有谦卑顺服。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是刚强勇敢。在下一章当中我们看得见，当扫罗和大卫里面的一个对话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原来在牧羊的时候，当有熊当有狮子来到袭击他的羊群的时候，大卫他会来到奋勇，在这些猛兽里面将这些羊来到救出来，甚至乎将这些猛兽来到打死的。我们看见大卫面对艰难面对危险的时候，他不是选择退缩的，他是选择面对勇敢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刚强勇敢的心。而最后第三个特质就是他有敬拜祷告的一份。当扫罗被邪灵来到搅扰的时候，扫罗就让大卫在他身旁，他就来到弹奏，他就来到敬拜。当他敬拜的时候，邪灵就离开。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平常跟神是有关系的，他跟神是有一种紧密，是跟神对齐的。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邪灵就离开，因为上帝临在在当中。最后神在这个筵席当中，最后他拣选了谁呢？他拣选了大卫成为下一届以色列的君王。大卫被拣选的时候，年轻人，我们要看见就是当其时他只不过是在伯利恒草原上面的一个小牧童，他没有什么的职衔，也都没有什么的能力。神不是因为他高大威猛所以拣他，神是单单因为他的内心来到拣他。所以年轻人，我们要学习大卫的内心，他愿意在小事上面忠心，在惧怕面前来到勇敢，更加在平常的时候跟上帝紧紧的对齐。同时我们知道上帝今天拣选，无论是大卫今天的我们，他选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外貌，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好，最后用我的见证来到结束今天的分享。在我成长里面，我绝对不是一个乖乖牌。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不喜欢读书，所以我很快中三都未毕业，我就出了来这个社会里面来到工作，很想寻找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价值，很想来到找我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业。到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因为将间公司扩展得太快，所以我根本没办法来到管理。在我二十八岁，我就第一次经历我生意失败，输了我600多万。但亦都在这件事里面，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我重操故业，我好想将我的公司东山再起，好想再一次告诉人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能够的，我是成功的。但是我用了12年的时间，我都没办法将间公司再一次的重整。我只可以继续去营业着这间公司，只是可以帮我给一个糊口的业绩。仿佛整个生命里面，我都跟失败好像紧紧地扣在一起。好记得在我40岁的时候，我常常跟自己说，我说40岁的人生你还可以做到什么呢？我觉得没有的了，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停在这种的光景里面，不断跟失败失败失败捞在一起。但就在这个时候，神让我进入学房的当中，我又再一次来到踏上，我放下我的工作，放下我的店铺，我就进入学房的里面接受装备。记得在第一年学房的时候，有一次我过澳门服侍的机会，当我很开心可以过澳门分享的时候，突然间我发现我身份证不见了。我跟我的老师分享，我说我身份证不见了。我记得老师当天他跟我说，他说蛤，你身份证不见了，你觉得神跟你说什么呢？跟住我不知道，跟住他很快就跟我说，他说不 pass 咯，不 pass。 当这句说话不 pass 的时候，就让我有一种的感觉，好像我回到中学时代一样。蛤，不 pass？ 是啊，我就是不 pass 的了，我怎样做都是做不到的。突然间我里面有一种很有放弃的感觉，但我感恩当时我的组长跟我说，他说 Edmund， 你不见了一张身份证，神是要你用一个新的身份来到见证荣耀他。正正就是因为这一句的说话，我又再一次让我自己的眼光用一个神的眼光来到看我自己，我并不是无用的，我并不是不可以的。去到第二年的时候，学房更加拣选我成为当中的班长。对我来说，不要说班长，其实我连行长都没有做过。但是他跟我说，他说 Edmund， 你就是要成为那个的班长，你就是成为那个的带领，当中要带领差不多过百个的同学。里面有什么人呢？里面有牧师，有老师，又有什么银行经理。其实我算是什么呢？两个月后，我更加收到牧师师母的邀请，让我成为利未人，可以站立在教会当中一起来到服侍。在我生命里面最失败最没有方向，连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神再一次在我生命里面赋予意义给我，让我再一次重新站立。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各位年轻人，刚刚透过 Edmund 的分享，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像 Edmund 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标签，就是我不会通过，我注定是失败的。在祷告的当中呢，神要我特别的
来对于每一个中山的学生来祷告。我邀请中山的学生现在请你在网络的前面，你可以闭上眼睛，神要对你们来说话。耶稣呢，我为着中山的每一个学生来向你祷告。耶稣，求你亲自来对他们生命来说话。中山的孩子们，神要告诉你们，当你们在选择未来的道路的时候，当你在选科的时候，你感觉到彷徨，你感觉到无助，甚至呢，你不晓得怎么样选科，你也不晓得未来长大你要做什么，于是呢，你就有一点放弃。但是神告诉你，孩子，在你的前方，我为你铺垫美好的道路，甚至我看到在你的前面呢，有一个呢很漂亮一望无际的一个银河，你就踩在这些星星的上面，一颗一颗的踩出去。当你踩出去的时候呢，神就把你推出去，成为呢在天空当中一个很闪亮的星星。每一个中山的学生，神要告诉你们，你们是有价值的。耶稣呢，我也为着呢我们每一个呢中一到中六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中学生，耶稣呢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耶稣我们不断的等，我们安坐在家中，但我们却可能心里面发慌，我们想到我们未来的时候呢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想到我们未来的时候是不安的。耶稣呢，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戴上一个眼镜，好像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们内心当中那个单纯、那个忠诚的心、那个勇敢的心、那个愿意起来敬拜赞美你的心。耶稣，你帮我们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的心都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美好。主，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各位年轻人，如果你还没有将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去，我要邀请你跟我做接下来的祷告。邀请你闭上眼睛，我们一句一句来祷告。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我向你承认，我犯罪得罪你，但是你十字架上面的救恩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主，我愿意更多认识你，求你的爱跟圣灵充满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恭喜年轻人呢，现在你已经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去，耶稣就会成为你的救主。大家呢在线上崇拜的下面有个 banner， 我要相信耶稣，大家可以点到那个网页去留下你的资料，我们的同工就会跟你联络哦。最后呢，我想邀请每一个在荧幕前面的年轻人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为大家来祝福。耶稣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呢青年牧区，还有每一个在网络前面的年轻人，祝福你们在神的道路当中，你晓得神所给你的意向是什么，你晓得神给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就踏上这个梦想的道路。而且呢，你要看自己呢100%都是好的，你要看自己呢从你的头顶到你的脚趾头每一样都是好的，每个毛细孔都美到不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的珍宝。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神国的道路里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各位年轻人，我们很开心，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拜拜。大家好，我是611灵粮堂青年大军的同工 Johnny。在我的过去生命里面，我是一个自以为是叛逆的青年，我和家人的关系是破裂的，更加在我的关系上面，我时常受到情欲的捆绑，我不断去内地就是去嫖妓包养女人，甚至时常喝到烂醉，第二朝才去回去家。更加我因着这个利益的缘故，我铤而走险去到利用我本身工作公司的资源去帮自己去建立公司去赚取利润。但是好景不常，我的不法的行为被发现，我因为放荡的生活亦都散尽我所有的家财。当我去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亦都不知道怎样跟我父母交代。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从小认识的耶稣，我决定那一刻回到神的家里面。很奇妙地，当我去愿意去踏上回家的路的时候，我能够向父母去坦白，亦都他们全然去接纳我的软弱，亦都我重新踏进教会里面去被牧养，去被装备。在神的话语里面，我每一天都能够很满足，在祂的话语我被肯定，去被建立，去被医治。更加我在这里认识到我生命的亮点。